自从与前夫烟波分手后，演员梅婷的感情生活仿佛成为一个谜团，不被外人熟知。近日有网友目击梅婷挺大度在香港某超市逛街，目测已有八个月左右的身孕。爆料者称，其先后三次在香港偶遇梅婷。第一次是在 IFC Mall 露台散步时，碰到梅婷和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男士同行。第二次是个中午，自己从公司出来，梅婷和那个男的刚要离开，在梅婷侧身扭头时，他发现梅婷大肚子很明显，才发现其怀孕了。第三次是八月一日的下午，到 IFC 超市购物结账时，看到梅婷和一个长发男子迎面走来，这次是近距离。他看到梅婷肚子应该有八个月左右了，动作比较缓慢，没化妆，但脸有些浮肿。最后爆料者从他三次相遇判断，梅婷有可能住在 IFC 附近，目前在香港待产。针对网友的爆料，今日梅婷的经纪人陈小姐证实梅婷确实已经怀孕。梅婷与丈夫在外地待产，她丈夫并非公众人物，容我们略去她的背景与细节。梅婷一直以来不想让自己的私生活引起外界关注，鲜少谈过自己的感情与生活。她在怀孕后便希望暂时远离外界打扰，与丈夫一起等待新生儿出生。同时，梅婷的经纪人陈小姐澄清，与梅婷一起的长发男子并非梅婷的丈夫，而是梅婷的造型师。待生产后，梅婷也会在复工拍戏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